这眼神话蛮多。那你先醒吧，先醒吧。你说队长之间的对决，我们今天三个人讨论的啊，不只是我一个人啊。我总觉得你是人不太正啊。我们选的第一个性格呢是性感，性感。然后呢，角色类型呢是大佬。江城吧，江城好意外啊！江城看了那么久是江城啊，说江城那一句是不是？对，说他自己的那一句。好了，来，中心性感的大佬，大佬，中心性感的，请到中心。抖音。